Jottings about Master Kumarajiva and Bodhisattva Shwanzang. 易經風格與因緣。Style and cause dependence in sutra translation. Er, February 21, 2023. 王靖華。 Darcy G H One，略谈鸠摩罗什大师与玄奘菩萨，《易经》风格与因缘。二实相指的是本事真心真如，也就是法界的真实之相，是大圣佛法的根源、核心法意，第一义地，禅宗的明心与见性，净土宗的自性弥陀。 佛菩提道修行的终极目标，与非境界之境界，以及佛陀慈愍入世说法四十九年，却未说一法的无名相法，所以实相可以说是佛法中最重要的名相之一。若是将实相翻译错了，后果严重。实相是绝对、唯一、圆满、完美，其密实深奥之法义。 为佛乃能尽之。人间无任意语言文字能述其全貌的恒河沙数分之一，所以将之翻译成任何一种语文时，翻的好坏美丑事小，精准对错则是大。因此，当其他名相被翻译错了时，或许多少还有补救的机会和方法；但若将实相翻译错了，就是难以补救。 而且翻译错了所造成的影响与因果是极其深远，因此是错不得的。但在缺乏出世间法和第一义地的政治见与观念的语文、宗教和文化中，找不到法理正确和法义密实丰厚的对等词汇是很常见的。因此，将佛法名相翻译成世俗地充斥但第一义地贫乏的语文时， 如英文，很容易就会因翻译的偏离或错误而闹自己的笑话和出英语洋文的洋相，甚至弄出了大妄语。这就是众生难度，洋众生更难度的苦笑话之由来。长久以来，实相最常见的英文翻译一直都是 “reality”，虽然较谨慎者会将之翻译成 “ultimate reality”。 或 absolute reality，但是其根还是 reality，就像是在意识心的基础上创造出的意识细心和意识极细心，其本质永远都是意识心。然而将实相翻译成 reality，可以说是从根就错起。其理由如下：一维氏新百科字典 （Webster's New Encyclopedia Dictionary）。 The reality Actual existence. Someone or something real or actual. The realities of life. The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true to life or to fact. 二维氏第九版新大学字典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de reality Yi. The quality or state of being real a a real event, entity or state of affairs someone or something real or actual, the realities of life, his dream became a reality b the totality of real things and events trying to escape from reality 3.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Second College Edition, the reality, the The quality or state of being actual, true. A person, entity, or event that is actual. The totality of all things possessing actuality, existence, or essence. https: 冒号斜杠斜杠三 w 点 dictionary 点 com 斜杠对 reality 的主要定义：the state or quality of being real，resemblance to what is real，a real thing or fact。五，Wikipedia 维基百科对 reality 的主要定义。 Reality is the sum or aggregate of all that is real or existent, as opposed to that which is merely imaginary. The term is also used to refer to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things, indicating their existence. In physical terms, reality is the totality of the universe, known and unknown. 现实在日常应用时意味着客观存在的事物或合于客观情况的条件。现实是所有实际事物或是存在事物的总和，和全然想象虚构的事物相反。现实一词也常用来表示事物本体论的状态，包括其是否存在等。 以上一至五阶表达 “reality” 的范畴和定义是世间法和三界有，但皆不知其所谓的真实是虚幻的。六大陆简明英汉词典吴秉忠等编修《Continentals Concis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对 “reality” 的主要定义：真实、现实、实在、实体、本体。 实在性、事实、逼真性、现实位、实物本体。八、不动产。七、最新英汉词典增订本，梁实秋主编《A 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Revised and Enlarged》对 “reality” 的主要定义：实在、真实、实体、实物。 实事八最新汉英佛学大词典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新闻风出版公司对实相之英文翻译和解释为 reality in contrast with 虚妄。但是根据前面数家权威字典之定义，reality 正是属于现象界的虚妄法。 故此处之解说，反成了一则影子笑影子，愈描愈黑，闹自己之笑话。Absolute fundamental reality, the ultimate, the absolute. 法身，i.e. Dharma kaya or 真如 b u d d h a t a t h e t a 根据以上各家对 reality 的定义而得知，reality 是被框限在世间法。 三界有何是因六世的范围之内，并可看出将实相翻译成与第一义不合的英文字 reality 的原因，不外乎未能正确了解英文字 reality 的内涵与范畴是在六世的感官与认知之内，都是六世所能相应了别和觉受的无常虚妄的六尘，而非正法所说的实相。 但于修行上，此无心之过尚有补救方法。对实相之正之见不足，不明实相，十对三界六尘事不分别不相应。但于修行上，此无心之过尚有补救方法。然而自作聪明的六世论者，若是明知故犯，蓄意曲解，自欺欺人的错意实相。十 则为造作难以补救之过失。无论原因为何，将实相翻译成与第一意义不合的英文字 reality 时，会有以下的过失。英文 reality 的内涵所涉及的范围是无常、虚妄、缘起缘灭的世间法三界有与现象界，而非常乐我净的出世间法与实相界。 Reality 的条件和设定是，真实是由感官和思维来认定的，故而 Reality 所涉及的是与感官六识的见闻觉知了别性相应的六尘及其法尘，而不是生出第二月五阴十八界六识见闻觉知性的第一月明月真心本事实相妙真如性。 所以将无形、无色、无相的实相翻译成 reality，等于是营造了六世论的大环境，并成为 t 六世论背书的伏笔。虚妄的 reality 和虚妄的五音与七世妄心之间的相应与互动，基本上只涉及第二月七转世，而非第一月明月真心本世。 实相妙真如性，都只是在感官六世上打转和做虚功，与佛菩提道背道而驰。为一个新的或全然不同的概念而创造出新字或新词，并不难。但若将此概念加给一个已存在的字或词，多半都会造成混淆、误会和误解，尤其是当此概念之内涵与现存的字词是相反。 矛盾或不相容时，问题就更大。将实相翻译成 reality，就等于是给 reality 加了一个与 reality 原本的内涵相反、矛盾及不相容的新定义。就如六世论者因自己无法实证本事，实相之本事，而将之强说成为意识细心或意识即细心，也就像是将白强行加入成为。 黑的定义之一，以后一旦说到黑时，就会出现到底是白还是黑的窘境。况且说英语的人是不会知道 reality 被加了一则新定义，更不会弄懂这个新定义所欲阐述非语言文字所能充分表达的意涵。就此点而论，杨众生难度。 可说是冤枉之词，因为他们只是不当及错误翻译的受害者，有苦而不知苦来自何处。将实相翻译成 reality，对英语为母语或是以英语来认识佛法及实相的人来说，从第一次的接触到长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熏习，都是被框在世间法三界爱。 现象界与六世论的范围内，所以极可能会因此之误导而认贼作父的将连第二月都算不上的六成幻影 （reality） 当做了第一月的明月真心，非但今生无法明心见性，就连断身见我见都难于上青天，并也可能会带着对虚幻六成的妄见以及六世论的大圣非佛说。 之妄语邪见种子，继续长劫的误解，勿修而不自知，将实相翻译成 reality 不是好坏和美丑的问题，而是从根就错起，所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实相被翻译成 reality，常散见于诸方大师和佛学专家们的著作或译本之中。 因而加深了末法期的衰乱之相。虽然这可成为衡量真假大师和专家的知见与正量的尺度之一，但也有可能错意只是翻译者个人的过失，而非原著者之本意。也就是说，任何一位权宜事现、方便接引、善巧度众的正法菩萨和善知识。 若清楚地了解 reality 之意涵与范畴，并非正法所说的实相，就不会用类同它的任何一种语言文字来解读实相。事实上，在英语中还是有意图描绘如来藏里藏如来的明月真心实相的词汇，其中最贴近实相之实义者，当属源自于希腊文的 n o m e n o n 一,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An object or concept, which according to Kant, can be known to exist, but cannot be experienced, and to which no properties can be intelligibly ascribed. R. 美国传统字典大学版第二版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Second College Edition 对Nomenon的定义 An object or purely intellectual intuition as opposed to an object of sensuous perception. A thing in itself that is independent of the sensuous or intellectual perception of it. The object, itself inaccessible to experience, to which a phenomenon is referred for the basis or cause of its sense content. A thing in itself,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phenomenon or thing as it appears. Kantianism something that can be the object only of a purely intellectual, non sensuous intuition. in metaphysics, the noumenon is a posited object or event that exists independently of human sense and or perception. the term noumenon is generally used when contrasted with. or in relation to the term phenomenon, which refers to anything that can be apprehended by or is an object of the senses. 本体哲学名词，意指不必用感官就能够知识到的物体或事件。它与现象是两个相对的名词，是形而上学中重要的议题。 以上一到四节说明 n o m i n o n 是指非现象界，离感官六识和见闻觉知，故贴近实相之实义。五大陆简明英汉词典吴秉忠等编修，Continentals Concis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对 n o m i n o n 的定义：哲本体实体，phenomenon 的反义。 以上只是个人就石相整体的表象而做的粗浅分析和论证，可说还是言未及石相之深妙真实义理的门外话。因此可知翻译难，而翻译佛经和佛法名相更难。如果还要再兼顾信、达、雅，简直要难于上青天。 所以鸠摩罗什本人才会感叹自己的《易经》虽得大意，但丢失范典美幻的文辞，不再优美；而谦虚自贬的认为改范为秦，失其早味，虽得大意，疏阁文体，有四嚼范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偶哕也。请继续观赏第三集，谢谢。